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又阁是咱们演讲这部《楞严经》的开始咯。今仔日已经进入了第142天咯。那么，咱常讲这个，在修道过程当中，能坚持修这个四种戒为者，安尼人人拢能证成无上菩提。有法当转换入成入来就对啦，所以呢，能持戒人会端端正正，无持戒人就歪曲持戒，修到呢阴阳怪气造会入魔入面呢。所以十方三世诸佛无一尊佛呢，讲伊无以戒为师的啦。问伊到底能成佛无？是问伊到底能持戒无？所以说能持戒人是名为转凡入圣的关键所在。所以他们讲话啊，心那是正呢，一切正；心那是邪，一切邪。虽然常讲一句话啊，你心那正人用剑呢，剑是正，算是正剑；心那邪人。用这个剑呢，必下剑，所以剑并无下，并无剑的差别，是问你到底用的人的差别而已。讲这物件，这台车歹，我看车无好无歹哦，是你本身自己开车的人的心态问题，你的动机、你的心念、你的用意的问题啦，看这台车的好歹无绝对。车无好无歹，好歹伫咱心内。所以讲，心若正，一切正；心若邪，一切邪。事在人为啊！哦，所以咱正讲啊，心正用剑，剑就算正剑；心若邪，用这个剑呢，必邪剑。一切一切，拢事在人为啦。那么我也随讲。咱在修行的当中呢，修行如何修啊？听好哦，修行如何修？佛法是以心为宗啊，离心呢，一切法不可得啊，一切万法皆是由心所生啊。何谓净化，也是为这条心来净；为上升嘛，为这条心；为对了嘛，是为这条心。要转凡入圣嘛，袂当离开这条心啊！要成佛嘛，袂当离开心；要做魔、做妖魔鬼怪嘛，袂当离开这条心。从修行如何修，为心下功夫。佛法是以心为宗的，离一切心的为正，离心的为正呢，一切法不可得。这是千经万论的头至尾。共同讲这个心呢，那注意听好，咱修道会当端正这条心，用心呢用个正确，用心用个如法，以如来解脱之道相应呢，人人皆可呢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所以讲，一切以静为出发点呢，以静作为基础。那么这是出世的因呢、啊，是证成菩提根本呢、啊。这个问题非常要紧。上惊咱去修行的当中，你做了无正义，无以这正为基础，无以正为因的为者，当然一连串想要开悟的正果呢，就免谈嘛啦。所以我们在讲，一切以正为出发点，以正为基础呢。
以前为出世因，安尼这人要证成菩提呢，实在馒头会当算的时阵啊啦。所以咱释迦牟尼佛一再教导咱呢，讲修道与八正道，道理在这所在。因为八正道还是八正道，这通往涅槃，伊必定一路道啦。哦，所以经典讲啊，暗经讲啊，哎，十方三世诸佛加以八正道而证成无上涅槃。问伊到底有涅槃未？是问伊到底有修持八正道无？所以这个八正道啊，是你我大家要通往涅槃的必经呢。那么注意听好，我拄好讲过了，伊这正啦。端正的正，汉文音叫做正啊。一切以正为出发点，以正作为基础，出世以正为因。那么你我大家，无一个讲伊无可能讲伊会未幸福的啦。意思讲啊，以正为出发点作为出世因的，你我大家拢会当幸福。所以有道家讲，以正为出发点吗？就八正道啦。哦，总之八正道又称呼叫做八圣道，这是八条圣者所修行的道法呢，叫做八正道。好，注意听好哦。那么头到尾讲八正道，八正道何为八正道啊？第一，正见；第二，正思维；第三，正义。第四正业，第五正明，第六正精进，第七正念，第八正定，是名为八正道啊。那么其实咱先解释，在八条圣人要开悟见过必经的这个道观呢，头一个叫做正见啊。咱修道人若无正见，就亲像火车头脱离这个铁轨啊咯，因后壁一连串的车厢会对倒啊，倒倒去溪坎平落去，为这个水沟落去，为田横落去，为这个绝谷落去。所以这正见非常要紧啊。那么一个人若下知下见，处处不能以如来正法相应，这个、人安怎修呢？也只不过是门外汉。拜会伫如来正法的外口，你虽然跟佛做斗阵，根本就沾不上佛道以正果边缘一汗毛啊！所以正见非常要紧呢、啊。哎，正见咱解说一下，啥物话叫正见呢？就是正确的知见呐、啊。哦，你的知见无正确，观念叫错去，走正去，叫偏去。哎，出了问题呢，安尼不免为正见。所以是往三世诸佛，无有一尊佛讲伊下知下见的呢，嘛无一尊佛呢讲伊思想出了问题啦。总之，正见就是正确的知见。但是呢，甲你恭喜哈，在这几年当中，你精神用功，深入经藏呢，你老人家有正知正见。就是有正确的知见就对了，应该恭喜啊。那么正见唔知我当出世正菩提啊，啊邪见要如何开悟正果啊？无超越任务，修干呢哇妄修邪念，造干呢出问题就加大哦。所以联想到这个六祖慧能大师，唔知讲两句呢，相当庄严的名言呢、啊。六祖老人家也讲咯。正见明出世，邪见明世间，有无啊？看了清楚了哦。用正见明为出世啊，哦啊，邪见是明为世间。咱之所以伫这世间呢，默默修，忍未出去，气未出去，闪未出去，拍未出去，就是邪知邪见，念伫世间的五欲六尘。在色名色随来滴，染滴呢色声香味触法来滴，因我伫三界来滴周旋不出啦、啊，
卡机嘛，伫咧做世间人呢，叫做下见明世间呢。那么见见明出世，给你恭喜咯。你经过这段听经文化的洗礼了后，你的心内已经有如来见见啦，给你恭喜，你出世无问题啊。哦，可见这见见非常要紧咯。好，真正见见圆满是佛的。菩萨以下那是声闻缘觉，伊正见还未圆满呢。虽然出世解脱，唔过跟佛的比咧较济呢，都即个灰金菇跟月牛去比较了。哦，都即月牛跟即太阳比较，日头一出来了后，月牛就黯然无光呢。月牛在十五夜当中，哎，足光足圆满，所有的众星呢？完全失去伊功名，所以佛祖伊个圆满度、功名度、智慧度、慈悲度呢，远远胜过呢声闻、缘觉甲菩萨。那么六道众生拄拄要甲佛祖比呢，拄鸡卵磕石头啦，不能相比较啊。较量力较济，当下就定乾坤啦，知影输赢。所以那论正见嘛，佛的正见最圆满。基础就是菩萨，再来就是圆觉，再来就是阿罗汉，佮再来，咱六道当中呢，按照次第去排。所以第一件最圆满、最圣贤的呢，最了义的，就是佛最为正见。所以救我界众生呢，有缘伊的第一件呢，我都大家绝对圆满伫个啊。所以修就修这第一件就健康啊。哦。所以讲，你人下知下见，好听你家己真糟糕呢。人阮的知见渐渐步入这知见道的阶段咯，你恭喜。好，佮听好，八正道内底第二叫啥呢？叫做正思维啦。好，听好，是啥物有个正思维呢？就是啊，正确的思考。咦？譬如讲，听闻佛法了后，有一个正见，咱动不动呢，都唔通去攀缘这六尘的世界，想一寡世间有空无损的代志，哦，这六故俗故代志，唔好想过想啊。哦，所以咱这出世的正法，都系这思维，讲什么叫涅槃，什么叫做正见，什么叫做呢菩提大道。要如何在生死的处案，大家开悟见过彼岸，你要思考这个问题。哦，啊，正确的思考，以如来观念作为观念，作为思考。卖以呢，这个外道的思考作为思考，卖邪见的思考作为思考，卖是六尘五欲内底呢，这破烂的思考。这愈能是愈吃力啊，愈聊愈深，真落过满呢。咱注意，唔就有经验无？你若是打去落高满落了后呢？哦，揽落家地，一卡腿起来，先背就背起来。像你好心念的呢，好心就念落家地，哇！两个时代就要撇撇一个个念掉的，卡搭搭一个念掉的，规身骨摸伫个念体内底嘞。哎，我要念就是呢啊，处处就含这呢，哇！见报就报一只石类，见报就报一报胶类。见报的报应呢，是精彩，要报一个名利落去，哦，难以自拔啊！所以五欲六尘的物件，你若定个思考的代志呢，你的心会乱糟糟，你的心伫初下得心呢，定定脑筋熟，未稳定落去啊！正因为你未稳定呢，所以哪来正思维呢？所以佛祖甲你讲啊，你若去想，就是讲。要如何开悟正果？哎，要如何念不念一心不乱？爱思考这道理，现在咱安住伫解脱的路上。不然话者，这唔思考，思考一寡世间事呢，脚底心底个如苍苍，常常人归完呢，伫郁卒，伫痛苦，心底个哎，浮着点着，浮着点着咧啊！所以我做来讲啊，哎。正确的思维，爱正思维，
哦，过来，八正道内底第三个正义啦，是啥物个正义呢？就是呢，正当的言语。我正讲一句话，咱要讲话嘛，清净佛法好宣扬啊！哦，世间颠倒烦恼事，就莫想讲。咱要开口嘛，要讲话嘛，爱有应用性的，有建设性的，有软体性的，对你我大家社会国家有好处的，这款建设性的话呢，咦，咱来加讲过。那无正当的言语呢，你讲伤济，哦，这个所谓一句话讲啊，哎，你讲遐济无应用啊，废话连篇呐。佮上元气呀！哦，所以呢，咱咧讲话当中呢，爱符合如来的真理。哦，讲话互人有好处的，互人有利益的，互人会当向上呢、向善呢，咱这个话来加讲过，叫利益众生呢。啊，若无正当的语言，恁讲法济呢，有讲等于蛮讲，啊，讲你较济，对自己他人拢无带，不如呢？面壁呢，输骨呢？八正道内底正业，啥个正业呢？来听好，对正当的行为啊，咱人的行为啊，有当时啊呢，口三哦，心三口四啊，这十业做未好，行为做未好，哦。啊，行为做不好，当然带来了一连串的阴影，割不到出来啊。讲啊，你人的业呢真重，你行为执着，完全的偏执真理，你的行为执着，完全的不清净。哦，叫做行为方面呐、啊，叫正业。哦，你业种真重，那你行为执着做出来呢，拢总是呢。对自己、对他人、对社会、对国家，完全无利益的，叫做无正当的行为，叫做无正业的。那么，既然标榜是正业的以上，就是要正当的行为啊。哎，你推测做好，好，搁听好。那么，那么做一个正当的行为，譬如你一个来讲呢，你会当多关心这残障的人士啊？哦。伊身躯的机能、智障、爱残障、爱心障呢，咱爱去啊帮忙、甲辅导，这个正当的行为。或者是呢，哎，伊的身躯产生毛病，所以每年个无经济困难，你做伊到呢，你就甲帮忙一下，一斤啊米给伊，吼、哦，200块食米呢，正当的行为。或者是已经确下伫这个佛法，真需要佛法的滋润，是要听你讲经说法，引出你慈悲的讲经说法，了治伊内心的无明，净化伊内心的三毒。你这款积极动作，这叫做正业啦。端端正正的行为，这是达至诸佛菩萨阿耨赞叹的。过来八正道，这个第五呢，叫做正明啦。三个正明呢，就是正当的职业。哎，譬如讲三个正当的职业呢，哎，讲咱好啊，做伊对社会、对国家有好处的，有正明性的正面呢，哦，有建设的，对社会、国家有好处的，这种是端正的事业。三个社明呢，伊社明跟正面都变都变啦，将属于这杀生业啦，杀生业以佛教来看，并无正当啊。因为你杀害众生，为了食众生肉、啉众生的血呢，和众生的性命离开世间，安尼完全呢，为自己的快乐，却是建立这痛苦在别人的身上啊，和人家丧失性命，这并不是作好的职业。那么不但是安尼啊。佮后卖人食人半斤，行人八两啊！所以千算万算，正算倒算呢，是倒等啊，倒来算呢，拢总算袂好。哦，以佛法来讲啊，为安尼说起啊，无你会叫咱人无杀业呢？
唔好杀生呢？第一，因为杀生害命罪孽深重，不能入如来以解脱大道啊。你看十方三世，一切诸佛对一尊佛讲伊去杀生呢？伊知影杀生罪孽深重，深重啊！我都入这解脱涅槃开悟正果理定入去啊。佮第二，杀生害命呢？哦，这个、人所有罪内底杀业的罪上当，你邪淫偷盗，就最起码还袂占着人性命，还袂杀死对方啊！哦，罪介重，但是呢，无背起了这太重这个性命丧失呢，罪来得较重。然后性命上可贵啦，然后性命呢，一切佮趁钱都有啊！啊，你连性命都无咯，你的财产、女色、名利，大家拢免谈嘛啦！哦，啊，有性命呢，啥物代志拢好讲。所以杀害众生的性命，将属于这多灾劫呢，这款的罪业，佛教叫做邪命呐，无端正、偏激啊、错激啊、糟践激啊，叫做无正当的罪业。哦，所以咱以佛法来看呢，第一，你无法度入如来解脱大道，佮跟众生结恶缘，无关话呢。所以杀生业佛祖讲啊，哇，因兜呢，规家啊乱糟糟，哦，得到不如意的灌输啊。老爸跟老母修定，老母跟翁婿修定，老母跟囝修定，啊，囝跟老爸修定，啊，公公婆婆修，规家伙啊，远亲借住呢，卡卡呢，规无条啊，规房间啊，规厝间啊，这是过去生中呢。多杀生带来因缘果报的汇集啊，观音会啊，真正观音会啊，就杀生来会，佛陀伫遐讲，所以多杀生的得到这不如也灌输啊，规家伙拢完全借助就对了，无正当之业会带来这款果报啊。哎，伊佫讲啊，会带来呢，所谓呢短命吼夭折的果报啊，就是这样呢。哇，足早就来往生去啊！伫老母腹肚内就来流产，伫内出世两个月就死，爱二十几岁就死，三十几岁、四十几岁就来往生，足早死亡的，这叫做夭折。哦，那咱台湾话叫做夭寿、夭寿，讲伊性命啊未该死的阶段提早死亡的，这叫做夭寿。好、哦，这呢，含伊过去生中的杀业呢，有直接的关系。当时佫直接的关系，过去生中杀生就是因，这世人得到短命的果报，这叫做因果关系啦。还佫有杀生的果报带来呢，一世人多病苦、多病苦的果报。后壁伊一世人啊，只换中药，哦，佮转药啊、树木啦、啊、哦、青枝啦、枸杞啦、石地啦、冬瓜啦，逐工伫遐转药啊，疼伊身体啦。啊，先听啊，就听袂好势，叫做业障病啊。过去生种杀业的因啊，当然看都是个人好好，但是一人个无精打采，甚至医生验起来都无病咧。吼、哦，啊，可是就是尴尬呢，感觉规身躯无快活了了去。这甲杀业有密切的关系哩。好、哦，或者是中医医袂好，搁换出西医，啊，西医验验的都是个人好好咧。血路循环也好，胆固醇拢正常，尿酸也正常，血路循环也正常，五脏六腑也正常。可是规身躯全全病，又搁找袂出病啊！这分明就业障病啊！所以佛祖甲你讲啊，无正当的职业，尤其是从事这杀生业的当中，后卖果报就无快活。啊，搁借着酒来带来后卖果报也无偌好。哦，卖酒做酒啊，这后卖这块职业拢无介理想。啊，过来就用从事这赌场啦、跋筊的所在，这款也无正当的职业。哦，还是从事这营业。哦，即卖讲呢，就是我进酒吧啦、哎妓女啦、应招女郎啦，啊，这款比较讲起来呢，并不是正面啦。把正道来底呢？这条叫做正命，无正当的职业，无外理想。哦，所以呢，咱要从事一个正当的职业呢，
这爱有相当福报呢。比如讲，你业障若重，较感召就感召出世伫呢海边啊，江水掠鱼啊，生活啦。哦，这个师傅啦，掠鱼啊，渔船啊，掠鱼啊，伊就去业啊，就连感召为啊去掠鱼啊伊啊。伊业若重，感召呢，自然这筷子手哎多在业，自然呢伊就感召去。好，这个鸟。八正道内底地人呢，叫正精进啦。啥物叫正精进呢？叫做是正当的努力。好、哦，正当的努力呢，叫正精进。你精进是为如来解脱道去精进的。你若精进于自业未使哦，你精进于外道未使哦。你精进于将随无正当的行为，这拢都未使。所以讲正当的努力啊，为了家己正啊，我拄啊讲过了，正的反面就是邪。那一正啊，以正为出发点，以正作为基础，以正作为出世正因，这以后拢会正成无上菩提根本啊。那一正不以正，用邪来努力呢，安尼后卖会出问题。过来第七八正道叫啥？叫做正念。正念是正确的观念呐。哦，你观念无话正确。哦，边念唔念佛，边念唔念涅槃，唔念这参禅，卡念都念过去的一段情，念未来有充满了这憧憬呢，这完全呢。是失去了伊正念去啊！譬如一个讲呢，佛祖讲，当你要报名种时，伊愿心灵安住伫不生不灭的当中，哎，这人绝对我要出三界，顿登六道啊！这人有正念，这人要临命终的时，佛号提袂起来，念一个世间情、世间事、世间的恩爱呢？这人注定命中的是，伊正念提不起来，伊决定往生净土，将来啊，危险啊，红色的电波我去死啊！所以正念非常要紧。咱无一定讲等到死时才正念啊，在生就要正念啊。我的心用的是，就念真如、念涅槃、念解脱、念出离生死，以空相应。以不生不灭来相应，以无生法忍来相应。正念。啊，什么叫邪念呢？我变动念头，过去一段天，这唐甘甜蜜的一个恋爱史，罗曼蒂斯。好、哦，啊，想着过去这恩恩怨怨，心就咧愤慨，想着讲较早人倒我一回啊。人想愈严呢，暗时啊，摕一支刀咧，为巴肚腌两刀啊呢。想想就甲过去往事，伫情绪化，这叫做唔是正念啊。观念拢错去啊，偏去啊，未使。赶紧个超正呢，赶紧念佛、念佛、念经、念天、念戒、念师、念解脱，安尼叫做八正道的正念啦。过来，八正道第八叫做正定。什么叫正定呢？正定就是正确的禅定呐。咱人的禅定有足几款，有世间禅、出世间禅、出世间的上上禅。可是咱们讲话，世间的禅，达至赞叹无类，达至身心的清净，甲一时的。废话清凉，可是世间的禅无解脱，无正确啊！哦，那是天都是四禅八定内底，并无出离三界啊！这款的禅定无正确。那么要有正确的禅定呢？爱如来禅，如来出世解脱了的禅呢？这样我就保证你出三界啊！所以这禅定爱端端正正出三界。你就清楚了哦。好，以上所讲的八正道啦，来注意听好，我念一遍哈。八正道第一，正见，
第二，见思维；第三，见义；第四，见业；第五，见明；第六，见精进；第七，见念；第八，见定。以上所讲啊，是所有的八正道啦。随菩萨听下，修这个八正道为者，以修行明正得阿罗汉的高位。那么大乘会当正定的佛的高位啊，这是遍布伫经典内底有讲这个问题。那么八正道来修也好，以修行的行者呢，如果修，安尼能得到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乃至究竟的四果如来。那大乘的菩萨来修这个八正道呢，究竟位是大家佛的境界。不然的话，吃处地呢，落来就是这顶格十地，乃至这个十回向、十行、十住的菩萨有处地。在究竟位大乘来讲，是佛的高位啦。这安怎修都未当离开这八正道的范围。你就有清楚了吼。好，诸位听好。那么因为楞严经内这有讲的这修道啊，处处爱明心见性，断家的信心，以戒为师啊。恁呢在修道啊，未来失去了这正确的方向，不然为者修道啊，要正成高位啊，抓上谈兵啊，根本呢毫无意义啊。好，注意听好。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人人听佛祖的话啊，以戒为师为者，修道决定未走的入魔，阴阳怪气，邪知邪见啊！以贪着五欲六尘呢，直超无上菩提。就够清楚吼，有影。我当初出家无外久啊，参访一挂善知识呢，当中拄着真济出家众啊，讲话思想偏离正法真济。因为你思想邪知邪见，你的行为表现出来，当然都是歪曲是错啊。我看你个地呢，阴阳怪气啊。前面我有一遍去摸咪一个山顶呢，我看一个出家人啊，伊习惯呢，迄面拢总变变邪出来呢，我看你个地呢。也毛骨悚然呐，阴阳怪气呢，怪怪怪怪呢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一心，那不安住的如来的正法，安住的这戒律当中啊，往往会出问题啊。好，这个听好。那么咱来修道，想要入这三摩地，修学如来的微妙法门，想要求出呢菩萨道发菩提心。安尼先决条件，先持这四重戒啦。好，所以楞严经现在讲，最看重是哦，伊讲欲入三摩地，修学妙门，求菩萨道，要先持此四种的律仪。伊有咧讲有关吼，你要进入这三摩的禅定呢？修这个如来微妙法门，你修身啊，会当发一个菩提心，来行持菩萨道。然后持菩萨道的条件，就安怎？持四重戒了，就是呐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。因为呢，一切大戒、小戒啊，皆由四重戒演化而成啊。所以一切大戒、中戒、小戒，也由着这四重戒演化而生呢。你注意清楚哦。这四重戒若持得好，杀盗淫妄根本戒持好呢，一切微细戒、中戒、小戒呢，拢总为这四重戒呢来演化而诞生呢。包含知贤戒啦、小戒啦、亲戒啦，这完全拢是为这个
初的根本的四种界变化产生的。好，咱嘴巴听有无？伊佫讲，四种界修持清净，皎如冰霜，自然不能生一切机缘，心三口事啊，生不无因呢、啊？什么意思？当这四种界杀到圆满呢，你持了来清净为者，持家的心清净，亲像呢寒天内底冰雪，遐人啊皎白清净为者。那么其他一切一切微细界呢，也随着呢伊个清净解脱。好、哦，亲像讲这树头你个错断呢，安尼树枝后壁呢？树尾啦，树枝拢总会打死、打破伊呢，无死嘛在死。啊，四种界全部净化解脱咯，那么微世界完全的随着这个大界的净化呢，伊咪清净解脱啊。哎、欸，你注意清楚哦，伊重点在这所在。啊，既然你四种界就取了清净解脱咯，你的心内贪嗔痴啦，哦，那是你口业。哦，当然习惯呢，无这个因，哪里产生这个果报？哪里自然呢？所以四种界要坚持个修好，决定就好。以正见有讲为好，听好。如是四种如理，若不为实，心上不言，色香味触，一切魔术啊！因何发生？伊这意思，杀到圆满四条当界如理呢？你老人家持了庄严，无叫为失，无叫忘记。那么一心持好为止啊，你心哪里会个攀缘外口一切呢？六尘的世界呢？决定就未个攀缘外在一切的六尘世界。不但未攀缘六尘世界，同时你心更加未产生魔术啦。就讲你修到尾啊，未走去淫魔，哦，你正常无上的菩提呢，都有日子可成安尼啦。所以头到尾都要建立一个观念，讲修改就是正见。你若是无爱修改呢，安尼你就是邪见。较早有一个人话国比呢。伊都无想讲，伊是凡夫众生，烦烦恼恼，心歪过自错，还阁一直自业诶。可是伊用种种诶来暗合自己，无爱修改、持戒呢？伊讲，嗯，心病扶老持戒啦。伊讲啊，心若病了后，我何必着持戒？讲你老人家讲诶话是高地位，百分之百正确。但是你唔当未记，唔当未记，你自己还阁是因地，你还阁是凡夫众生，拄到境界时阵啊，站未调啊！你难讲唔是真枪实弹的呐？哦，看愈熟了，心心拢麻痹去啊！哇，未去修行啊，何愈熟未记啊？安尼心变袂啦！看自在贴贴阵山遐人济，哦，这袂来占有，一世人无机会啊呢！心无境界转机啊！你敢会当无来修改持戒？哦，看这名位遐尼好，哦，那我会当得到这名位，一世人满足啊，何境转机啊？敢会当无持戒？哦，看这物件好，哦，无偷窃，未使你啦，因只百业萧条啊，经济歹啊，趁钱无容易啊，现体呢才三百万呢、啊，嗯，无体太低的。甘会当无持戒，甘会当甲人话讲心病何劳持戒？我的心病何必搁劳驾搁持戒呢？这是提解脱的位啊！所以人讲这句话人，我甲阿罗赞叹，你爱向这目标来恶来修，但是袂当用这句话来甲自己呢暗号搪塞，讲我免来修戒啊，免来持戒啊，因为你都阿未心病的啊，阿未解脱的啊。病是解脱的意思啊，这人是开悟见故讲出来话呢。你唔能未记你自己还阁是凡夫的因地呢？哎，你就变好。
所以真侪拄着啊，一寡少数的代际技术呢，会用一寡道理呢来安抚自己，伊无爱受戒，无爱三皈依，无爱下去修行啊。这两句红色电的菩萨哦，所以说讲啊，修戒就是正见，无修戒就是邪见。佫是听哦，不但你持戒正见，哦，无修戒是邪见。当时你思想啊偏激见，当下就是邪见啊。哦，你思想啊是偏激了，就是着魔啊。无爱持戒就是着魔啊，出问题啊。所以无爱多持戒呢，无爱持戒的卡戒嘛，因为你三戒内底呢不能出离生死啊。所以佛经讲啊，戒能度咱伫生死三戒内出离三戒的波华，道理在这所在。总共一句，灵修戒，以戒为师，那么三业清净，你的佛道自然成就啊！哦，所以持戒非常非常要紧咯、哦，会紧啊！修道较安怎讲，爱以戒为师，这就无唔对啊！好，随菩萨听哦。咱现在要继续讲这《楞严经》的第七卷吼，伊经文佛祖安尼讲咯：若有宿色，不能灭毒，逆教是人，一心向我佛顶光明，摩诃萨坦多跋塔那无上心咒，书是如来。无见顶上，无为心佛，从顶发挥，做宝莲华，所随心咒。你，请你宿舍以摩顶车，力劫因缘，恩爱十气，非是一生给予一劫，我亦宣扬爱心永传，成阿罗汉，地上淫女。无心修行，心力民主，肃静无为，因何逆境再会生闻，求最上圣，决定成佛。譬如一定容易顺风，有何干险？这以上就是《楞严经》啊，的第七卷的经文。那么因为这是文言文啊，看得较济真假假，真假那就丢啦。那讲做白话文啊，咱最听好是哦。如果有过去宿世所留的恶业习气的话，不能消灭断除，阿难你啊，可以教导因专心一意，想念我。佛顶光明，摩诃萨坦多跋塔那无上心咒，此咒乃是如来无见顶上，是无为心佛，是将佛顶发出的光辉，是坐在宝莲华化佛所说的心咒，而且你自九万过去世以来。以摩顶铁路啊，历尽劫数的恩爱、情乱情，一切习气呢，不只是一生，或者是一劫的问题。不过，因为我如来一旦宣扬，叫文殊菩萨大救往后，摩顶铁路呢，即得了三果如汉。然后由爱心永远脱离，成就四果如汉。摩顶伽女呢，是一位迷淫的女人，无心意想要修行，因为经过心咒的法力，民众自助，上令肃静无为，无法的高位。为什么恁在会的新闻，有心求最上圣？有文持心咒，难道不能决定成佛吗？
譬如将这个花尘扬起顺风，就立刻吹进，有啥物艰难危险阻碍呢？你最高精准哦！这段是释迦牟尼佛呢，讲出了哦，我教你安尼修，恁阁无法度修，哪里修呢？安尼你会当上念这楞严心咒，嘛会当消除恁的恶业，消除恁的罪过，消除恁的贪嗔痴，进入如来藏去来啊！阁另外一个角度来引导众生解脱的位啦。你最正准哦！伊唔知你讲，讲阿难尊者，那是你我大家，甚至恁大家啊，宿舍这个恶业真重，习气真重，无在朝行啊灭度的位置呢。恁个个会当呢，上持我如来所念的这个楞严心咒，伊楞严心咒呢，是如来无定见性啊。无为心佛化佛所念的，那么如果那是念这个楞严心咒呢，能顿断你的恶业，你是不是会当顿断啊？譬如一个来讲啊，阿难尊者，你看这个摩登铁路哦，恁道生累劫以来，恁拢恩爱习气足重的，这个恩爱习气呢，唔是一世地人，而是一劫的问题啊，因为道生累劫是累积累啊。曾经做过夫妻啊，所以顿断这个恶业习气呢，做困难的。经过我释迦牟尼念这楞严心咒了，文殊师利菩萨和尚呢，再说到你摩登铁路呢，谈你的关系，而被产生这个破戒犯罪现象。所以的意思就是讲，这完全靠佛陀伊这个神通原力。楞严心咒的加持啦，再乎到这个摩登铁路正行三果如幻啦，佮加以后呢，以后我修行用功呢，从顿顿进入四果如幻里面。既然印度有法度安尼咯，咱以为这声闻的弟子，个个要进入这最上圣，也是成佛之道呢，哪里未成功、未成就理由啊？就像是讲，我落一个涂沙粉啊，风船吹去东边过，我顺这个东边给压落去呢，顺风呢来塞这个灰尘出呢，安尼它有啥物艰难困难伫个啊？恁有啥物幸福？有心发菩提心无？安尼无就未幸福的理由啦。你就正做吼，所以上惊天气当夜做伊。请这问你唔知信用啥哦？难怪侬信用这天气当个做哩少，我拢信这新台票孙中山呢。吼、哦，你无有法度哩。所以这款人要幸福，都有一段距离，有一段时间呢。何况你这款人已经有发菩提心，有心去修道啊？哪里未开悟证，够幸福的理由啊？他有啥物艰难啊？不但无艰难呢。像我讲的，满途天福生啊，日子可待啊！你最清楚吼。哇，那清楚呢？咱时间已经到了，想要讲话当中，时间阁未允准，会紧啊！咱明仔在楞严经呢第143天，同个时间再会。